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大家好，我是熊山模拟器。大家好，我是国强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哥还是他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师妹。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嘛，来到巴都准备去见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香菇大姐。天气这么热，我准备想送一点东西给到我们的香菇大姐，是什么？八加一。好，开开，后面有商店了啊、哦，走。好，你这有啤酒吧？有啊。那给我拿一件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哎，给我抱一件出来，然后我要买点饮料。好啊。嗯、给他整两箱啤酒，他喜欢夏天喝点啤酒最舒服了。走去香菇大姐那里去蹭吃蹭喝去啊。好的。走了，一下子带着这么多人到香菇大姐那边去，不知道她家的锅大不大，不知道她家的西瓜还有没有。兄弟们啊，我拿这一箱小的哈，你们拿大的。这次来到香菇大姐这里啊，也是特意来感谢香菇大姐，让我开了一个好头啊。香菇大姐，她这么客气啊，你们特别啤酒，你的最爱。哎呀，这是我的最爱，这都是你的徒弟啊。都是我们跟大龙一起的兄弟、哦、团队，都是你们的团队、哦、走走走，这个八加一啊，香菇大姐必须喜欢。你家在做什么？做卷包、哦、原来你打了那个叫什么，有点腐的味道，是不是腐臭？哦，要发酵、啊、发酵发酵的味道、这个、哦，就是我们稻谷就是加工桶是丢掉的那个稻壳、哦、你收回来的、嗯、发酵之后你再放到大棚里面去，就这样来洗了。哎呀，原来种香菇这么容易。看这里，还有容易吗？还有一个大基线，这个基线是几万块。这个基线是干嘛用的？等一下你们看，马上他们吃了西瓜正说。好。西瓜说，啊，放到这里，带那个蒸袋机蒸了，对，就放到这里蒸，经过锅炉烧柴火，两个晚上一个白天，两个晚上，一天两夜。干通宵的，过来就这样，就冷冻都抹不来，这里个冷库。今天进去是最凉快的。这个、哇，好冷啊！哎呀，发抖啊！这个西瓜都是留给朋友们来我家里吃的。西瓜吃，啊，对啊。然后你就留在这里，就不卖的是吧？哎，不要。等一下给地球村。放了这么多西瓜。给地球村那些兄弟姐妹吃。太少了。啊？会不会太少了？太少了。对，你就这么一点点，你还得做人情之类的。到田里摘，就在这里。你田里还有瓜？有，还留了几垄。哦。这里再抱一个你们吃。哇，去，真的是好吃，真正的叫冰镇西瓜，你知道吗，兄弟们？这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冰的东西，你看还有那个啤酒、饮料、水果，全部在这里面。哦，这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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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不是有吗？够了够了够了。我牙不好，最近牙不好，对，我在拔牙，最近。哎呦，这个大瓜、哦，这个等一下我带回去。可以，等一下带回去。好，行，您先放着，先放着，赶紧关掉这个冷库的门。到这里面就感觉好像是到了冬天一样，特别的凉快，真的。今年38-39度。给你们吃，啊，有了一个够了。大姐舍不得，切大的给你们吃。是吧？不是吧？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香菇大姐一直都非常的豪爽。今天本来是来香菇大姐这边来帮忙，来帮忙弄她的那些什么香菇啊、蘑菇啊这些东西。结果啊，兄弟们很给力，都不用我出手，啪叽啪叽，三下两除二的就把人家的那些机器都差点堵塞了。弟兄们太热情了，非常的给力啊。累不累？不累。那不累的话还有更累的，再去尝试一下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干，加油干。好，能不能借你家的锅炖一下？可以。今天晚上到我家里吃饭可以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我这么多人帮你忙一起做饭。可以可以。香菇大姐家的院子真大，这么大一个作坊，她都能在家里面办得了，真的是佩服。我这帮兄弟们真的非常的勤快，哥哥都是争先恐后的说去帮忙。这是您家的后面。潮水。好。潮水。哦。这个桶漂亮。跟着香菇大姐卖完西瓜，卖香菇，
这个桶应该蛮多年历史的，耐用啊。这些是你家里种的？是大哥，张大姐。嗨。等一下让我们来给你做顿饭，可以，可以，让你享受一下啊。可以。放松一天。感谢感谢。哈哈，不要紧。那是你这么久，还是真的还没在你家里吃过一顿饭？没有在我家里喝过一条水。水是喝过，没有喝过，但是没有在你家里吃过一顿饭。就是、吃过西瓜，没有喝过水。是，西瓜管够，香菇管够。啊，终于都挂好了，走。这个土鸡蛋是香菇大姐家的母鸡下的蛋，就是这么小的鸡下的。那就谁的蛋了？鸡都吓跑了。现在5点多钟，将近快6点钟了。香菇大姐说，她吃饭的时间，今天完全就是下了早工，我们也让她享受一次这个吃现成的。我去叫我的徒弟们过来，我的做的菜确实是不好吃。我叫我徒弟们来看一下谁的厨艺更好。你们谁的厨艺更好啊？谁的厨艺啊？你只做啥？做饭。做饭呢？饭是吧？嗯，我来饭量就行。你要去吗？你平常做饭吗？平常啊。好啊，平常会做一点，会做一点呢、啊。要不我去吧。好，行。那个家伙就是深藏不露。哎，也不是深藏不露，只是说现在男人都会做饭。我们就来一起见证一下我这一个熊山他的厨艺怎么样。好，大家看看我的厨艺怎么样啊？做好吃一点啊。好的。今天特意就是要我们香菇大姐来吃一顿现成的饭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一定要把厨艺发扬光大，好，知道吗？全部发挥出来，相信你可以的。好，真有厨艺啊！谁嫁给你真的是有福气了啊！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哎，你这样说的我不好意思咯。脸还会发红是吧？是哦。加油，好好做啊！香菇大姐，你有没有女孩子？给我这兄弟介绍一个。有是有，可是我的女孩子现在年纪比她肯定大。她也30多岁了。我的女孩也30岁了。哦。30岁。现在的孩子，我们父母做不了主了。哦。是吧？对。我那个小女儿还可以找对象，现在从外国回来。外国打工，估计我们熊山的话可能不太适合。好好努力，好好努力。熊山肯定找一个好老婆，是吧？对，这么会干活，聪明的孩子哈。是啊。嗯。说的对吧？对。我不会夸你，我是说实话的。嗯。是吗？香菇大姐，你还要做什么吗？你吃现成的，你就不用忙了。教你们就怎么？辣椒。辣椒是吧？好，我来了。在这是吧，叔？嗯。我们再来这里帮忙。我可以洗菜。好。好舒服。真的好舒服。不是，你们在洗手还是在做事？我跟你们讲啊，香菇大姐基本上都没怎么吃过一顿现成的饭，在家里。那所以今天啊，我们主要就是让她吃上一顿现成的饭。好。啊。香菇大姐，你又来做事了，都说了，你那今天吃现成的。他们不知道我的碗筷在哪里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哦，好吧。你要教他一辈是吧？好吧。教他碗筷在哪里。行。你闺蜜在这里。行。技术炒菜的技术归小熊。啊，他技术还是可以啊。对呀。那切肉还是挺用劲的啊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嫩不嫩，好不好吃呀？味道怎么样？嗯。还可以啊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大城市，对，没吃过这个水井的水，所以都想来尝试一下这种味道是怎么样的。小师妹，这个最小的徒弟今天一来，还没有开始教他东西，先教他过来怎么做事。我们这团队是越来越大了，大家来到香菇大姐这里都是各显神通，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啊！看着他们这么勤快，很像当时我们刚做自媒体的时候海派团队的那种精神，感觉啊，我们老了，
我们下岗了，他们上岗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产生了变化。我和大龙都很欣慰，有着这一帮热情而又勤快的徒弟们、学员们、兄弟姐妹们。可能我和大龙给他们带不了很多的流量，但是我们能看到他们从中的闪光点和激情。香菇大姐，家人们，今天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，让香菇大姐吃上一个现成的晚饭。这就是我们下午的战果。今天小伙子们为了我，吃对现成的饭，很感动。大家在晚上在我家里遭罪了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真是好嘞，好嘞。今天不会。为了我吃到一顿美味，五湖四海来的兄弟姐妹的各个的手艺，是吗？好，感谢。好，那我们要吃饭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